此时又何乐？是不是理智正在退缩？是不是眼神变得火热？我只是不希望再放手，依然思绪是否能从头再爱过？宗才，你也别走、啊。哦，你也还没走啊？这么晚了，叫我队友好了，不要这么客气啊。哦，想不到这么晚还在加班。不会啦，今晚嘛不会干活，要不我嘛差不多会走啊。就阵等起，我当抓住工作好的等我。哦，你老公对你真好。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呀、啊，我嘛是经过这撮风波。叫我今晚来，这里很好。总裁，你吃饱未？哦，我一个人很容易搞定的。一个人回来台湾，咱公司搁这么无闲，三顿拢无正常。哎，今日给我一个面子，我请你吃饭。真的？好啊。爱看阮翁敢有结出一个人的婚，阮算笑啦，行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小平，阿玲奶奶家。阿姊，你怎么认识这种人？之前。你有看到我药杯无？我今下晡来恁公司，啊，加叫一个面霜，我药杯都无去啊啦！我头拄找足久的，拢找无呢。玉佩。对啊，我咧想哦，有可能是家己的家啦。哎呀啦，那是我规身躯哦上大只的物件呢。是这块吗？是你叫的啊，等下。这半块玉佩有什么值钱？哪有当铺就不应该当不掉？喂，值不值钱啊？是看个人价值啊。这半块玉佩，熊妈妈要过身之前留给我的，算是熊妈妈唯一的遗物。对我来讲啊，那是上大钱啦。你说这块玉佩是你妈给你的？是啊，给你我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偷来的？我看你这副德行，不配做它的主人。我拜托你，你给给我好不好？我给你拜托，我给你求，我给你跪啦。小平，你莫慌，你莫慌，你莫慌。David， 我相信吼，这半块玉佩真是小平的啦。我以前捌看伊摕出来过，你看伊这么着急，无你紧还伊啦。他？对啊，就是我的啦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妈叫什么名字？廖春梅啊，我对我妈妈姓。对啊，你问这要创啥啦？你紧还我啦！那你爸叫什么名字？我唔知啦，我敢若知影，伊姓林，啊，我妈妈是姓伊啊，伊今时要甲讲爸爸的名。怎么可能是你？这真是你？怎么会？姐，你看我找到我的药杯啊，安尼我就袂对面妈妈。请你注意你的仪态，
你看过哪家好女孩像你这么没气质？收入，收入。什么？你说廖小平曾经是你跟你老公之间的第三者？他跟他母亲一样，有其母必有其女，就爱抢别人的老公。照你安尼讲，小平是你港北购物的妹妹。要不是我爸临终前一再交代，要我一定找到这个失散在外的私生女，我才不愿意承认跟她有血缘关系。你哪要安尼讲啦？他虽然若真正是你的小妹，让伊认做闺中嘛是应该啊。无咱先食饭啦，什么代志食饱再搁讲吼。决定，戴小平回关岛，认祖归宗。真的呀？哦，小平啊，恭喜哦！是不是你真正是麻雀变凤凰呢？这真正是哦，天公伯啊，上好的安排呢，是你的哦，就是你的啦。原来你就是好野人的仔仔，哎，莫怪买物件这么拍手，遗传啦。对啊。虽然我打熟悉你哦。不过听到这好消息，我是恁妹甲替你欢喜啦！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！恭喜啊！你冷静一点。要不是我父亲的遗愿，像你这种跟你母亲一样爱慕虚荣的女人，在头八字台也进不了我们林家门。我带你回去，是逼不得已。以你这种气质，难登大雅之堂。所以，我限你回关岛之前，必须改进。不要贻笑大方。啊，小平，到底算是什么款的气质啊？你们不觉得，她的气质根本就是路边卖槟榔穿得清凉的那种小女生吗？哦，槟榔西施啊！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很不懂啊？你很不懂干嘛？你妈本来就是爱慕虚荣的小老婆，你呢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些都是事实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你瞒不了我廖小平，唔对，是林小平，让你这样新婚啊！我不是叫人吓惊大汉的，虽然讲好，我妈妈是你爸爸，唔是，是咱的爸爸，会说伊啊，但是伊绝对唔是讲爱慕虚荣的查某，若无想到我母仔过来这么艰苦，伊是真心爱咱的爸爸，唔是啊，是咱的爸爸。好了好了，人已经入土了，随便你怎么说。总而言之，既然你是我妹妹，就要像林家的大家闺秀，不要这副德行，如虎门风。哼，什么风啊？老成语哦，听也无啦。你就是大家都爱你林家的财产上，你别搞我廖小平，不是，是你小平看扁了。你说够了没有？还没啦，别听了，我就想要讲你听，你懂吗？你懂的，我冇跟你讲，小我听伊。慢生气啦，慢生气啦，别拿你讲哦，无要家己等于管道。安尼，你唔着辜负恁老爸心愿啊！哎呀，照伊个性，伊定个母甲袂收煞个啦。是讲小平，你真正遐尼有志气哦？敢讲你真正想要放弃富家千金的身份哦？应该没有。
春梅姐，你起床啊？妹妹，妈也帮你加困一下嘞。啊，是讲哦，即马精神蛮好啦，拄啊好会用恁即马安泰的保佑啊。这保佑是你定的哦。你即马才知影哦，已经困到不省人事啊。不过再医生来看过呀，讲你无代志啦。阮大家哦，只能喘一口气。上无用的哦，就是妹妹啦，伊伫边仔照顾。妹妹实在足亲像当年啥物拢袂晓的我。阿姐啊，你既然即马发好啊，我来送妹妹来转啊，伊过来敢袂困啊？啊，好啊好啊，妹妹真多谢哦。这无啥啦，以前哦我啥物拢袂晓，即届哦我拄啊好会使知影啥物是柴米油盐酱醋茶。秀妹姐，太休假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安尼电话真正袂歹，我看哦，伊比你更加害了。嗯，好，有几下臭钱哦，这么了不起啊？讲我亲像槟榔西施，你讲什么笑话啊？叫我现实改进的，槟榔西施靠传奇，我这么有气质，这么有书卷气，这么 lady。哎呦 ，David 嘛，才讲你像槟榔西施，你还咧记条条，哪条会气噗噗？你想看麦？那真像一个大兄这么疼你。你嘛袂歹啊，对啊，你若是甲钱袂得过吼，我讲我可肯定嘛无路用啊啦。啊，不过我做心善你，后盖食钱拢唔免烦恼啊啦，嘛免靠查甫人。小平啊，我来讲啊，你若认这个大兄，以后无人敢甲你欺负啦，而且嘛无人敢占你的便宜，对。啊，上重要就是对我讲起吼，我感觉讲，我袂对你阁遐尼亏欠啊，吼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既然你拢安尼讲啊，安尼我就试看卖嘛。但是我先讲好哦，我毋是因为贪图家产，我才听迄个大伯的话去改造自己哦。你袂用讲我因为爱慕虚荣才去认亲的哦。I'm from America. I'm from Spain. I'm from. 我冇偷懒啊！我伫弄恁人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我有进步啊！好啊，好啊，人啊唔疲乏，休休休。不要紧啊，我会听啊。哎，你哦认真认真啊，啊该休困是来休困啊。我这哦，叫做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，较早欠栽培，读书阁读无济，我即摆毋再后悔。我会遮尔拍拼，拢是我有迄个大伯看我无。你就是遮尔好强啦，啊毋过，莫让家己伤大压力啦。用讲个较简单啦，我哪会知去遐管道了，阮厝个人是啥物款个？伊毋知欺负我袂，而且。我阁是细姨的查某囝，阮妈妈阁毋知是第几房的。去到遐了后，
唔知道到偌侪细姨三姊，才有法度去坐第一顺位公主的。你讲毛利吼，是讲你即马烦恼这个未伤济？你干那看伊个头尾对我的态度，你嘛应该知影，因全家族的人拢看我跟我妈妈真无。包总，我若去到管道，去有人欺负，你也来救我。当然的咯，我嘛只做假哦。你若是来画像，我随便过去救你。大哥哥，那安尼，我继续投资啊。我来遐倒地，好。世界名著是吧？跟你拼。这么大汉啊，搁唔知通照顾家己，安尼是要哪去管道过新的生活？伊上介意我这种清纯模样。哇哇哇哇哇！哎，每一个人哦，有每一个人的 style， 勉强家己哦做无适合打扮，就像是大咖硬要穿细双鞋同款，会少痛苦的。而且哦，你已经40岁了。硬要改做25岁，安尼想什么款啊？而且 David 哦，嘛无一定介意你穿安尼啊。你卖啥？我这是耍耍，讲予你知吼，天拢乌一面啊啦。哼，唔知谁人讲过吼，迄穿衫啊要保守一点。嗯，啊保守哦，有真侪种啦。我不管安怎看哦。看你总感觉怪怪呢，哈！啊，你的白鞋子哦，那外做是红色的，啊，看起来啊，佫较有精气。对，红色的适合你啦。哎、欸，还佫有啦，啊，你的关刀哦，那外做四根的哦，安尼看起来哦，会足迷人，足有魅力。温蒂啊，你是搁伫后壁讲啥？哎、欸，大家都在。刚才，对吧？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啊？难怪，我刚才看到你就怪怪的。讲话不正经，又叫做什么呢？叫0204，而且要付费哦。去！